有姐姐的弟弟很幸福。是啊，就姐弟俩的感情特别好。对，在我们家我们的教育就是平等的，都是平等的。然后我都是教小米，弟弟小，你要教他，你想让他成为怎样的，长大之后他就是你的哥哥，他就来保护你。嗯，这个好，我也想要试试看这种方式。而且我们也是刚刚有二胎，我跟我老婆也是聊过这个话题，我们怎么样是可以有一个公正，因为我绝对不要男生应该要怎么样或者女生，我觉得对待他们也要不停的努力，为了叫什么一碗平端水，什么端水，一碗平端水，这可爱，一碗水端平啊，对对，一碗水端，对对对对。